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款是全自动防手工的包子机，它主要用途于机关食堂、学校食堂、包子连锁店和各大包子店。现在我为大家演示一下机器的操作。首先将和好的面皮放进面斗里面，然后将调好的馅料放进馅头里面，把机停旋转一下，让它弹起来，然后打开成型控制开关，再打开供面的开关，调整包子皮的大小，调整好以后打开供馅控制开关，